大家好，我走上在古海，我身后这个是当年风水大师王辉天为李家所点的风水宝地，名字叫做金猫田长。今天带大家来一起来看看这个风水和地理环境。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。首先我们在案台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看右边，风水宝地的外形，我们左右的护月山。风水宝地建立很多年，所以说也看不到风水的位置。我们看看来龙，我们退到外面去看一下。去看看这个月星。好，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
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"沙走向沙"。